一大早啊，看看这狗子，直接坐在副驾了，直接坐在车上就这样子了，探个狗头出来。他站岗啊。站岗站累了，家伙太搞笑了。拜拜，站岗的，睡着了，站岗。你是监视我们还是怎么的呀？啊？站岗站睡着了。哎呦，这小腿腿真的是，这么妖娆的了。好逗逼啊！啊，摸摸你，摸摸你啊！站岗累了。把挡起来不乐意了。我看你怎么下来的，下来就不要下了。他有轻功的，我跟你讲。哎呦哎呦。有轻功了。这么可爱的你今天，哎呦，站岗站累了是不？来，辛苦了啊、哦！给爸爸奖励啊、哦！来，奖励个大肉。来奖励，辛苦了，来，哎，拿去吃吧啊！早上我们吃这个面包，果酱啊，杏酱啊，我们自己做的杏酱，吃上瘾了是吧？太好吃了，把它挖一点出来，来，就这样，裹点胡萝卜，哇，香啊！哎呦，就是弄两块把它放起来，就跟夹心一样。你应该两块夹起来的，不用，你加橘子一些就好了。这果酱怎么那么好吃啊？真的，那比外面的买的那种还好吃。外面买的怕它有添加剂哈。人家那个外面好像就是一小瓶，就要差不多十几块钱是吧？不过确实我们也放了好多，好吃哈、哦。哎呦，这样子。夹心。以前都不怎么抹果酱的哈，现在对果酱又有新的认知。好吃。就给这狗子弄点鸡胸肉、胡萝卜，拜拜。好。在库车呢，我们待了几天了，在这边呢就是等几个快递，正好也休整一下。今天的这个快递呢也差不多到了，我们呢准备到市区里面把那个快递啊拿一下。啊，今天这个天气不错，每天都是大太阳啊。看看我们车上这一大堆肉怎么办呢？还有这个小白杏。因为这个一大早嘛，有库车的网友就是看我们视频嘛，知道我们到库车了，一大早过来看我们，给我们带了这个羊肉，还有这个。小白杏，天哪，这么多羊肉，冰箱都放不下，怎么办？咋办呀？我都说放不下了。太热情了。太热情了。天，这一整个腿哎。一个后腿应该是。白白这一大早也很热情啊。是不是？撒娇了，又卖萌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位网友啊，去年我们在库车呢就见过，他人家也是比较有，人家也是非常有爱心的。他们在这边啊也是收养了好多这个流浪狗啊。去年我们也到他那边去看过了哈，他就是看视频看到我们在哭车了，所以呢一大早就过来了。真的是太热情了。我觉得我们这个，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就是和网友就是见面嘛，聊聊天我觉得挺好的，但是你要买东西什么的，真的我们觉得就是非常不好意思的这样子。所以说这个视频啊也不能发这个太及时这样子。还是我觉得下次还是把它那个啥推迟一下吧哈。大家如果聊聊天可以，这种像这种带东西的话，说实话我们受之有愧。行了，那想办法给它放进去吧。我的天，这么大一个羊腿呀、会不会切啊？会把它切到袋子里面去吧。这么大一个羊腿，太多了，这个吃好久都吃不完了。天哪，大白，给大白煮点吃吃。哎呀，你看，给他煮点吃，你看他。终于把这个肉分好了，好的带啊，
才够我们吃一个月的哦。一个月都够吃了。今天的冰箱满满的，都是肉了。全是肉。全是羊肉。小草，我们先到市里面去，到市里面去吃个饭，然后再去拿快递吧啊。嗯。哎，快递呢也就到了。在这边我们吃个饭，这边有个锅盔羊汤啊。锅盔网友说这家店这个店也挺好吃的，我们试试看，试试看啊。嗯，走，锅盔羊汤是羊杂羊汤的啊。走，试试看。这店装的还蛮大的，弄锅盔羊汤啥的。这边上菜速度挺快的，直接点就上来了。嗯，这点的是一个鱼羊鲜哦，我都没有吃过。就是拿那个鱼头跟羊肉一起炖的，对，是不是特别鲜啊？是的，闻出那个鲜味来了已经。没有吃过这种啊，你也没吃过？你可以尝尝。嗯，我喝羊杂汤。还不差。应该点了一个肚包肉。哎，每次在夜市都有看到这个肚包肉，好多，每次好像我们都没尝。有吃过吗？没有，印象中好像没吃过。来尝一口。夜市那些看到不怎么想吃哈、哦。这个它也是放在那边一直在煮的。一直在煮的，肚包肉是羊肚包的羊肉吗？对。多少钱一个？18。哦，这一个要18。嗯。哦，可以啊，那里面应该料挺足的。尝一口看看啊。肚包肉。是要沾点酱啊。嗯，哈哈哈哈，还有，辣死了！看看里面是什么？羊肚里面包的肉。嗯，这肉怎么红色的哦？嗯，还可以有吃一下啊。还可以啊。对。你不要沾点调料。那有辣椒，你要不要来一点？嗯。里面的这个羊肉。里面是羊肉。肚包肉。嗯，这个就是锅盔哦。嗯。我们叫这个锅盔。嗯，不就是馕吗？应该不一样吧。嗯。沾点酱。嗯，这个肉挺大的，好吃啊。嗯，好不好吃？我也尝一小口。还行。还行。嗯，没有什么。我一直之前看人家说的时候有什么腥味之类的，这个没有。嗯，你看这个锅盔有股什么味啊？它放的是什么味啊？这个啊，就有点那种。真的有点那种我们以前买锅盔的那种味道啊。红军锅盔啊，就是这绿色的是什么？是那个那股是什么味啊？说不出来的一股香味。卖什么味道啊？不是荞麦，说不出来一股香味，好像就是他们做锅盔的时候放的。嗯，一种调料味。鱼羊鲜，这羊蹄好大哦，可以慢慢啃了。我来尝一小口吧，也算是吃过这个肚包肉了。嗯，夏天呢，只要这个有空调啊，吃点这喝点汤也可以。嗯，那，嗯，挺香的，还可以。两个碗看起来是一样的哈。嗯，尝尝那个鱼羊鲜。嗯，我觉得你应该很喜欢。是啊，是真的很鲜啊。我没有这样吃过、哦、这个是纯羊汤、嗯、就是羊肉味比较重、嗯、这个呢很明显能喝出那个鱼的那个鲜味来，是吧、啊、嗯，我就比羊汤好喝，也比鱼汤好喝，是吧、啊、真的是什么味啊，这样子混合在一起。嗯，鱼你应该挺喜欢。我喜欢啊、嗯、喝这个羊，你喝这个鱼羊吗？这28的那个没有放鱼的多少钱？这个啊，这才15。这15，这放了点鱼的18了。28。28。对。嗯。哇。怎么样？我都不知道是喝了个鱼汤还是羊肉汤，两股味道融合在一起。反正你就知道好喝就是。这种结合谁想出来的哈？内地也有很多啊，鱼羊鲜。一直有听过，但我一直没怎么敢尝。鱼羊鲜火锅啊之类的。但别说，味道是挺鲜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可以尝一尝，挺好说的。哇、啊，不错，其他地方也很少看到啊。有。在新疆第一次吃。嗯。还有你看你。拉丝这个。
给白白拿两块肉回去安慰一下，这怎么看到像牛肉啊？哎呀，你这蹄子啃的可以吗？好，好吃吗？不行。好吃啊？应该做的还可以。我的天哪，这蹄子给我啃掉了。这么大一个蹄子？那也才十二块钱一个哈。炖的挺软糯的，这一家味道不错。这个汤啊，喝完了啊，还是挺好喝的。这个锅盔啊，还有一些羊杂，我们带点给大白尝一尝。热夹馍，热夹馍可以。鸽子，鸽子，来。他说这里面凉快都不想出来了。这里开空调凉快是吧？来。哎呦呦呦呦呦！这个肉夹馍，肉夹馍，过来，过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球球给我，哎，这家，这家，这样放到。哎呦，你这是不是太大块呀、啊？小口吃。噎住了，这个饼，这个饼噎住了。啊，慢慢慢慢嚼，慢慢嚼，慢慢嚼。不舍得吃，你看到？哎，好好好，先上去吧，上去吧，上去吧。哎呦，你看肉丢了，肉浪费了，肉浪费了，看到没有？先把肉吃了，来，这饼撕开给他吃吧。噎着了，噎住了。你真的很不接吻呐！我拿给你吃，反正上去慢慢啃吧啊！吃吃吃吃吃吃吃，慢慢啃吧啊！搞笑的哈。嗯。吃完饭我们去取个快递啊。嗯，快递。好久没在新疆都不怎么想买快递了，不包邮，我都好久没有买快递了，感觉已经把这个网购给戒了。戒不了啊！在新疆可以省好多网购的钱了。嗯，买啥都不包邮，然后就不想买了。是吧？嗯，不像在内地，啊，看啥都想买。嗯，就只有两个快递吧？三四个吧，三个吧。还是买的京东的。都是你买的。在新疆这边呢，买快递呢，还是买的这个京东的会多一点，因为怎么说呢？因为。时效方面的话可能会保证一点，像我们正常的就是要是买快递的话，都会买一个，都会预计好一个点嘛，预计好一个大概一个时间，然后送到每个点到，因为我们，在这边买快递嘛，基本上都是算好时间的，算好时间的话就是对时效要求比较高，京东这方面做得很不错的，时效会好一些，稳定。到这边拿一下，拿下的快递。嗯，这都是我的了，五个快递。哎呀，五个快递，没事，可以了。